湾的哦，本来的哦是迄、那个哦，通道性无遐好哦，咱起来有经过咱这警察局哦，甲阮建议啦吼、哦，因为咱这医团吼，这个事故啊，这处所非常的多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为着哦，咱这个乡亲的生命安全啦吼，诶、哦，交通问题吼、哦，咱就怎吼哦，来打造这个。哦，医馆啦吼，今仔日也真欢喜啦吼，看到咱大鼻乡公所吼，甲咱云林县政府啦吼，提报吼，针对大鼻各校各中吼，经过的这个通学步道吼，向中央争取经费吼，那也顺利的建制完成哦。那不只是增加我们学童本身的一些安全，那同时这个通学步道吼，也可以提供给我们乡亲呢啊，早晚在这里啊，可以在这里啊健走了哈，也可以健身了哈。还有我们圆环现在呈现一个非常啊简约风了哈。啊，让大家在这个圆环的视线也比较能够啊开拓哈、哦，那同时呢也增加哈、哦、本身用路人的一个安全哦。